老板，是墨云小姐回来了。墨云小姐，墨玉哥哥，白小姐，你回来了。今天我下厨给你做点。出去。玉哥哥，我让你出去。真不知道我哪里不如那个小哑巴，你宁愿让他陪着你。再说了，他那话都不会说，简直就是个累赘。你们全都围着他转，你是这样，全没有也是这样。你说什么？好主意。做菜都这么好吃，难怪我大哥一直在找你。跟我回去。你放心，你的婶婶和堂妹永远不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了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之前你说过你想靠工作赚钱是吧？来我们公司上班吧，你可以吗？